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金晨，也是事业女王赵江月。如何判断一个男人是否喜欢你？其实很简单，真正的喜欢是从不下厨的人愿意为你做一餐热饭，是修谈感情的人愿意鼓足勇气向你告白。所以，请别放弃恋爱的权利，有什么不懂就让 Love Note 助你一臂之力。要不要一起洗？怎么不说一声就脱了？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晚。我现在怀疑顾嘉欣喜欢姐姐型的女的。生气了？没有，甜不死你。我看到她开房去了。啊！准备要输了吗？不会输的。漂亮，比赛正式开始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治不了你啊？你想怎么治我？有的是办法治。走开！让渣男后悔的方式，就是让他再次为你离线。哎呀，怎么没声音了？哎呀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异，也是冒险少年顾嘉欣。咱们玩一个，我有你没有。我从来没有给别人写过情书，我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异性。嫁给我好不好？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。他在哪儿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哎！啊，你不会要哭了吧？开启互相伤害模式。哎，你慢点！你别跟我来这套啊！哎，干嘛？吃醋了？我的醋都快成陈酿了，喝吧。不用上班太爽了。我们学不会恋爱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真爱。恋爱这场演习，我愿意奉陪到底。来优酷油管频道，来优酷 YouTube 频道，和我一起真心追爱吧。和我一起真心追爱吧。优秀的女人才会被优秀的男人欣赏。我可是恋爱女王，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失恋一百次。也要爱你一百次，甜甜的恋爱在等你哦。如果你的爱人在身边，请抓紧他，真心才是通往爱情的唯一通路。顾嘉欣，你愿意娶我吗？